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华城女歌音 Joyce Wong。 咁今次咧，我哋五月 Opera Hong Kong 咧就会 present 呢一个 opera 咧，就叫做 The Barber of Seville。 咁呢一个咧一个意大利歌剧，又系喜剧嚟嘅。咁咧入边咧就有好多个重要嘅角色嘅，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将会演绎嘅 Rosina。 咁 Rosina 系一个活泼可爱嘅女仔啦，但系咧佢俾个衰人咧就困住咗佢屋企度。咁于是咧，白雀同埋佢个朋友 Figaro 咧就要谂好多好多唔同嘅办法啦、计仔啦，混入佢屋企度咧就救Rosina 出嚟，咁咧先至睇下佢哋两个咧有冇得开心喺埋一齐嘅。咁嗱，就算我话咗少少个结局俾你听咧，你都记住嚟买飞嚟睇，系五月五号、六号晚上7:30，仲有星期日7号下午3:00。咁到时见啦，拜拜。